它还有几分钟。哎，就是这个东西吧？这是那个吗？它怎么停那儿了？Previously. 最近萝卜快跑真是太火了。这是百度旗下的无人的士项目，目前在深圳南山区和坪山区试运行。上个周末我们就去深圳体验了一下。那深圳现在只有两个区提供服务，一个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南山区宝安区，就是深圳湾附近，我们现在是在海岸城。另一区就比较远了，差不多都到惠州了。现在输入上车地点啊，其实你选择之后呢，它地图里会显示说附近的上车地点，它这个就是不是像路上你随便叫了就可以那个上车的，它现在是有一些固定的上车地点，不过上车地点还是挺密集的。我们选择在哪个上车地点上车呢？这个吧，东区感觉离我们更近一点。那目的地呢？目的地，我们就随便挑一个吧。暂无空闲车厢。哎，已经点了。你看，现在我们点了轿车，它现在在搜索中，它是显示排队15，那15个人，所以现在是15个人在排队吗？那应该是车辆比较少吧，预估需等待超过一个小时，刚刚看还是一个小时，现在就超过一个小时了。哎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海岸城的奈雪买了2杯饮品，今天就是势必要做一次这个萝卜快跑。Later。现在我们已经等了1小时20分钟了，前面还有6位的排队。这你觉得这个像不像我们去迪士尼排队玩项目？有体验时间，体验时间10分钟，然后排队2个小时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已经排到第2位了。哎，不过为什么预估等待时间还是超过1个小时？这个出 bug 了吧？终于该我们了，预计9分钟，赶快跑了，快把这边收拾一下，赶快跑了。三喜三世，他这是走在那个大路。这个东西吧，这是那个吗？它怎么停那儿了？到底应该是哪个呀？怎么有人呢？怎么有人呢？师傅现在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得在这开始点才可以。您就是坐那儿不动是吧？有安全员。安全带也是生命带，为了更安全，请务必全程正确系好安全带。请全程坐在后排，禁止侵入前排区域，禁止触碰前排所有设施，包括方向盘、踏板和线控等，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。行程中，切勿将头、手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探出窗外。我这样拍不到。车辆侧方是足够空间，环境清洁要。
要靠每路乘客共同维护，请不要吸烟、吐痰、丢弃杂物、破坏车内设施。安全员只负责安全，请勿打扰其工作。途中有问题可联系客服。有问题要咨询时，您可点击右上角客服按钮，与客服专员直接通话。希望您自觉遵守乘车规范，愿您日后的每次出行都有萝卜的陪伴。锁车了，29元。那我们正常要是29元，正常是14块钱，还是要贵啊，贵费啊。总的来说呢，还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，除了等待时间过长。喜欢我们的观众，欢迎点关注，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。